真是我的好大儿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太中二了，太中二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原猛男关。但是草原猛男团没有草原猛男团一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原猛男团。是吴磊，我是大千，我是瓦尔。我在《强迫行中》饰演的是阿什勒森，我饰演的是木金。我在剧里面演阿什拉舍尔，我在剧里面是狼师的特勤，就是他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死对头，是他一个哥哥，弟弟吧，哥哥，弟弟，哥哥，弟弟。还是兄弟，然后从小打到大，前面是死对头，后面还是死对头，但关系会稍有些缓和。如果要问我们三个怎么熟起来的话，那肯定是通过健身，彼此沟通，就是各种肌肉增大的方法，比较男人之间的力量。哎，那时候班主任你扳过我吗？你肯定记得，故意 Q 一下，是被扳过。我输了，我输了，真的。哎，你扳赢，我掰的赢过。哎，曾经掰，但我最重要的时候是不是掰过？啊，那会儿你赢过。啊，特意为我们安排了几个那个残缺的四大金刚。哎呦，我别提了，我们四大金刚都不懂。今天一个被蜈蚣咬，那不是。明天有一个感冒了，后天有一个把咬一咬。那我们今天三个要来看剧了，当着一些我们草原猛男团在草原的部分。他敢咬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咬他？大哥，大怒哥，你俩是狗吗？你俩估计应该在守住以北。我们是狼。这样，他会故意走官道的大路。那我们就去大路接他，速度要快。去小路接他，为何？因为我觉得他会走官道的大路，他一定猜到我会这么想。这禁止套娃，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挺绕口令的，就是你为了预判我，然后预判了自己，然后再预判，就是就通过我预判我自己来预判你的预判。对，你以为你在预判，其实你被预判了。那最后你赌到了吗？赌到了呀。就你他预判了我的预判了，他预判了我预判他的预判，然后预判了自己，然后预判了我。是你预判了我，预判了你。我预判了你会对我的预判，然后反套路来预判你。哦，对，哦，还是挺厉害。所以意思是我不用多聪明，只要知道我怎么想。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我预判了你对我的预判，然后预判你用新疆话怎么说。比较口令麻烦多。等一下，我缓一下。又缓一下。蛮。门，只能。我预判了，你对我的预判，反过来预判了你。也行，方言。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然后反过来预判了你。快点！Мен сенің қанда ойлағатқыныңды біліп, шының қарта тәтір өзімнің қанда ойлағатқыны білдім. Мая, ұрғанла! 主要是你不能乱说，我们也对呀，我就说他说是不是这个问题，我没有乱说，所以我才说交给网，到时候交给网友来评判，知道我预说肯定有新的，应该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，我感觉我就没学过自己家乡话一样，现在是。就是打的话反过来对吧？对，反方向就不是就不一定要反方向，就不是那个方向。嗯。然后一开始是 one two， 然后 two 的时候出十两副，赢就先打，三局两胜好了。嗯。先试一把。one two。是吧是吧是吧？你不能开始还是 one two。one two one two。哎，你这不行，你已经这样了。看你们玩的好多啊，是你玩的太少了。One two， 哇！哇！算下阵来了，决胜局了，胜局。我要当预判王。来。One two。耶、yeah! ！好吧，预判王，好吧。每次经过这个火盆的时候啊，就想死，特别热，会熏你。
阿坚哥出场。嗯，啊，对，我出场的戏。哇，这个当时把我也惊艳到了。蕾蕾为了这场戏，往后排，往后排，往后排。对。然后这样一拖，真的惊艳到我。哇，练得可以啊。哇。你是不是坐着撑着？减身四个月为了一场戏。干了。哇，很有弹性啊，很有弹性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很 Q 弹，很 Q 弹。我觉得健身唯一稍微要就是痛苦一点的就是控碳，那整个戏只下过一次馆子，就只吃，就去饭店店里吃过一次饭。就是拍完那一场拖的戏，我们去庆祝吃那个。对，就是那个锅炖，当晚就去，拍完就当晚就去了，当晚就去。刘白姐说我们。那是对的，就是看每个人都这样嘛。哎，对，雷雷一般出场就是这样走路。不用你抱，看着就是很霸气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么走。每次我们跟图哈社演戏，我们表面比较波澜不惊，真的太有，但其实真的很有感觉，很怕害怕过来，他就给我们打穿了，我连他那个手都扣不住，手腕特别粗，就感觉你没看，大家看我那个手都勒得发白了，而且拍完第一条之后，我说哥，你待会儿能不能给点假装少使点劲儿？哎呦，拿不下来，真拿不下来，我。哎，不得不说，我们就是草原那帮。还有那个，还有声音和身材一个比一个顶啊！不是，特别好，是吧？静松老师，就我跟静松老师演戏，我特别怵，我真的害怕。啊，眼睛，哇，酸了，我的好大儿啊！走了，我记得他给我赏酒那个，那人太高。而且老师这里有一个那个对，真的草原跟咱们的演员找得很好。我的剑法如何？百发百中。我方才说错了，你的剑法一流，那个十字狼肯定没事。看了，咱俩就真的还很有默契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知道我在百发百中和那个剑法一流，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没有。没有，就射他心脏。对，没有，就是避开掉。对，知道你避开了一下，就直接说到你心里去了。你看我对你这么了解，但是你动不动要我去清理马粪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你不知道就是人嘛，总会有一个，就是，对吧？我就理解。我那什么都替你。不，你看人家的，我算好的好吗？你看人家，不是，这不是他的军师，咱俩这从小一块长大的。来，你再看一下，来，回放。哇！我觉得就这么一下都不用后面了，这个大概应该直接晕倒。我看他要是真的是用真实的力气的话，应该是倒了，直接我觉得就断了，人删出去了。我想在迷你谷里一起去采买。哼，又炸了，又一抬头，什么？还是怀疑他？咦，如今一眼就能看出隼对长歌的感觉，所以能反过来看出如今就从来没有对，比阿金应该也是不近女色的一个人。是的，然后你就是败在了秘密孤里，败在孤里。瑟尔也能看出，瑟尔能看出啥？瑟尔只能看出你预判了一下。瑟尔能看出来秘密孤里是瑟尔。哎，但是其对秘密孤里其实跟。对他明明鼓励跟他也有，他也哥也有。我看明明鼓励知道李十四是李长哥的那场戏，我快笑死了。我本来都把这一生给托付给你了，你为啥是个女的？那场戏我笑。哇，大场面！哇！技术老师也是把我砸下去了。有点帅，每次拉弓的时候我都觉得。又不见了，这个人办事不力，气死我了。我草原大军中，能集善射的勇士万千，从
射手都精选不出来，还让我落到如此地步。如若这般，那我严厉可汗也不配做这草原上的王。机智可汗，可汗也聪明，这个哎呦，反套路，很会说哎，说别人就说来就来，赚的贼快。等一下，你先拿个笔在这里画个线。啊，算了，对。我皱不起来。阿孙，把那下去。我们那个那个。你这个，你这个，你这孙，真是我的好大儿啊！这是我们麻醉最快的一匹马，最野的一匹马。哎呀，这是我整个戏压力最大的一场戏。现在他的命在你。要不要跪？我看你，我好坏啊！我跪不跪？哎呦！是后来你跪了，还是杀了你安娜是吧？不是。我没傻，你别说，我没傻，太贵了，但是。既然贵都贵了，要不再磕个头，让大家开心一下。你也真的是，其实我最前面就是没想。演这么快，娘娘是啊，自杀了，她为了不让我磕头自杀了。可以可以，这倒很棒。为啥不把镜头摘下来，把眼儿拨开这么说呢？这段真的，这段真的演的可以，这段可以，我没看过这段，我也没看过。你也是挺弱的兄弟，我也是挺弱的，你也是，不是，我也就一下，你怎么能被你长歌一，我也就一下嘛。眼眶打桩，眼泪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阿什纳舍尔就在这里。来，快！对他的腹肌，捶他的腹肌，捶他，打他，打他！腹肌还可以，腹肌。角色行为不上升，演员本身，好吧？打都打了，你现在那个。我觉得最难受的是那点，就是他杀那么多人，回到那儿，南努指着舍尔的时候，面对的是一个他刚刚面对过自己的母亲，保护自己的那个事，他是完全无法，他是更射不下去那一箭。就是他如果下去这一箭，其实是。他面对的是跟刚才那个就是安娜，就是我自己的安娜，为了保护自己，这段好虐，这段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在反复双倍折磨阿隼。哦，这个哪个？垮了，垮了！哇！你咋这样？哇！那我们摄影知道磊哥也很强。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我问你，是小朋友，那英式还是很有爱的，英式很有爱的小朋友的玩具。这你匹配到了新玩家，好搞笑！拍戏了！哇，那个太简单了，是个男人哇，完美的肉体。哎呦！可以，教练，真的可以，真的，你那次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俩真的是，你这个人还撩汉，你这个人真的是，你撩汉，你得挡住，你太搞笑了，是什么嘛？太撩汉了，哎呦！我
觉得我们今天的草原猛男团观影会非常的成功，嗓子都说干了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多多支持我们长歌行，然后多多支持我们草原猛男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在长歌行中饰演26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二，我在长歌行中饰演22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大千，我在长歌行中饰演木金。我们给大家拜个早年，拜个早年，结束这次的观影会。好，追剧，来我们 respect， salute。 OK， 结束。这个作为奖品，好吧，这个作为奖品啊，送给支持长歌行的粉丝们。对我们这个横幅，这是一个奖品，奖品，奖品，转发抽奖，好吧，再见。